是梦一场。麦饭人气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阿 K。Hello， 麦的听众们、观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Jerry 李佩玲。今天就带了新歌，很受伤。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？每一次听的感觉就是哇，很沉重的感觉。嗯哼，又把所有的东西给掏出来了。然后过后，昨天晚上我们一边听一边在落泪。没有到落泪啦，我觉得落泪这过程应该是我刚开始听的时候那种感觉。你自己唱了这么多年的歌曲，音乐对你来讲，现在它的作用跟意义还是一样的吗？我觉得还是一样的。我觉得我生活是不能少了音乐的。就是我一少了音乐，我就觉得整个人就是。空的，用到空来形容、啊、真的是空的。因为我发现到当我在没有听歌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是空的，这种感觉很恐怖。嗯哼，对。然后在我听歌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整个人是很疗愈，音乐可以治愈我的感觉。嗯哼。那现在来到了，你是23岁的李佩玲，接下来其实你还有什么大计划？可能我一直以来就是以前的时候会想，哇，很想就是上大舞台啊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啊，或者是开那种巡回演唱会啊，就是去全世界这样跑。我现在还是有这种感觉的，但是我不会去逼我自己，就是一定要去做到这个东西。因为我觉得我去逼自己的话会更受伤。对，更受伤，更痛苦。我现在的整个状态是跟我自己讲要做好每一件事情。对，一定会有人看到。是，而且现在才23岁，前面的路还很长。多长？你看我看不到这个镜头。真的，继续的拼下去，就一定的所有的计划都对。我相信一直坚持下去做的话，一定是会开花结果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跟你玩一个游戏，真的很简单啊，就是呢，这些都是你唱过的歌，等下我会播这个歌词，然后我要猜什么？对，你要猜是什么歌名，然后你要唱给麦的听众朋友们听，打开你的耳朵，听清楚。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左右，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，心被占据却苦无依，是你让我着了迷，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，我一天天失去勇气，天天难了难忘记。请问这是什么歌啊？心有独钟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，浓得发痛在心中，痛全是感动，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。耶、yeah! 很厉害耶。来下一首哈。不能说出口，那么折磨，勇敢了太久，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，无处躲，照亮了沉默，明白是寂寞，谁说过爱会让人不自由，所以你要我等候。 OK， 好，来，这是什么歌呢？勇敢。是我勇敢太久，决定为你一个人的活，不能说出口，那么折磨，勇敢了太久，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，无处躲，照亮了沉默，明白是寂寞。耶、yeah, ，太好听了！来第三首。还有啊，你要我怎么爱你，把我自己放在这里，你说回不去朋友或知己我都没有关系，到底要我怎么爱你。这首歌叫做说，是佩玲的歌。到底要我怎么爱你，把我自己困在这里，你说回不去朋友或知己我都没有关系，到底要我怎么爱你，都是暧昧不明的证据，动人的话语不要说说而已、yeah、哇，刚才的那一个真假转换，我天哪，也太丝滑了吧，太强了吧。你藏在尘封的位置，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，我住在霓虹的城市，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。请问这是什么歌呢？握在飞向天堂的地址。可
在我心底的名字。对，这个是什么？刻啊，刻东西啊，刻啊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一时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。我住在霓虹的城市，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，你可以翱翔，可是我还能坚持。是吗？我都不懂歌词啊，我就是只要是你唱我们觉得都是对的了。OK OK， 好，来最后一题。我记得你的模样，我记得那天的月光，光照不开你的脸庞，离别的那个晚上你没有回头望我。这很受伤，很受伤，明明相爱不过是梦一场，我害怕有一天我等不到天亮，把你遗忘，你是否也一样很受伤？我幻想和你挽手看夕阳，你在我的世界里变成了汪洋。我偷偷摇晃，很受伤，好好听。期待佩玲接下来更多的发展，更好的发展。谢谢，拜拜。